舞的密度是相当的高。有人就说了，如果你要认识台湾文化的话，其实可以从庙宇文化开始认识起。的确，庙宇是人们信仰的中心，但庙宇的建筑还有很多艺术创作都让我们看见了传统之美。石雕、剪黏、壁画、金箔，各种艺术手法呈现眼前，让人看见许多优良工匠的艺术杰作。每个作品诉说历史典故，首先就先从门神开始说起。这个是午门神，这两位是午门神，他穿着衣服，哈，还有呢，他拿的这个剑，他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武将。炯炯有神的双眼，威风八面的气势，踏入庙宇，映入眼帘的门神，每一尊代表的除了负起镇守庙宇的责任之外，其实都有故事。像这个是有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个盒子，上面有蝙蝠，就是福气的意思。唐朝勇猛的武将尉迟恭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门神，乍看下手拿着长剑是要阻挡恶煞，但是这画中裙摆藏的玄机。我们如果看到门神上面的这一个，他画的是一个小朋友小孩子拿着一只旗子跟一个球的话，那边一定是对称的，他绝对是拿着一个戟，拿着一只戟跟拿着一个磬牌。所以呢，你取谐音来看的话，好，你来念一下，祈求吉庆。两扇门，两尊门神，吉祥祈福的桥段是一再出现。实际上庙里面绕一绕，看得到的彩绘一幅幅，每个作品都是彩绘师傅精心设计的。一般的壁画除了忠孝节义，还有一些历史故事啦，我们常常听到的啦，哈，以前的人比较不识字嘛，那他就用这些壁画来表示说啊，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啦，你们哦可以看到。原来过去庙宇常是村里间最大的集会场所，透过了壁画要教导孝悌忠信。彩绘内容不止飞鸟花木，从封神榜、圣贤传说、民间故事，而除了大门的绘画之外，连抬头看看天花板也能发现巧思。宫庙它是在走道上面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改变这边的一个造型。那这种天花板是整个是平铺的，那如果光面的话会比较不好看，所以他会做一些彩绘来装饰。从商周时期就出现的彩绘在庙宇中更是大量的出现，得精通各个民间故事寓言的画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善的意念，但是个人风格就会在不经意之间表露无遗。像他的胡子啦，那种画法是透视过去的，就不会说很呆板。彩绘师不止装点建筑让殿堂增添风采，更是把老祖先的故事透过了绘画长久传递下去。的确，一走进庙宇，不论是门神还是很多壁画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传统艺术作品哦。哎，这是神明的地盘，我发现有个人竟然在那边的墙壁上乱涂鸦，我过去问问他。这位先生，你怎么可以在庙的墙壁上画画啊？哎，小姐，因为我是传统彩绘的画师。原来是老师哦，所以你不是在乱画画，我搞错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所以老师，你现在在画的这个是什么图案啊？啊，这是天公庙啊，所以这边爱画。青龙，爱变白虎青。哦，就是有左右之分就对。那老师，那你有没有一些作品已经画好了可以等我？我作品作者，作者啊，来跟参观一下。好，安尼我去打扰喽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好。
师，这个门神他是不是都有他的名字跟意义在，对不对？嗯，像这对就是，新道屋里，因就是一个就是科技，科技，啊，一个就是柳树，家家户户吼，拢是门的顶冠拢有吊科技，柳枝做废气啦，用干脆唔免，唔免吊科技柳枝，拢用因两个。用心多，我对侬大大猛人的好。所以老师，我发现你们画这些壁画，是这些艺术作品，本身自己也要对一些历史故事非常的熟，对不对？阮唔是单画尔，阮暗时啊，爱去看历史小说、历史故事，啊，所以吼，阮就是看遐字，啊，画认不出来。我讲过，你小时候对画图我做有兴趣，对不？是对四岁开始。是阮爸爸甲我讲的啦，讲我四岁吼，啊，拢会拿一支锤啊，当涂骹遐画啦，啊画一只鱼啦吼。嗯。哦，啊伊阁拨人来看，伊讲吼，你看阮老师遐画遐水啊，啊来啦。所以讲叫厝边头尾做来看。哎，对，十三岁国校毕业，啊，我就先考初中，啊初中吼，迄阵啊考高雄的雄中，我毋知差几分无得。啊，无对，阮时段，伊迄阵也是伫遮伫西街咧做啥物咧卖米，啊，伊是讲，啊，无你若考袂着吼，你着卖读，你着用来帮我做啥物？你若爱画画时阵吼，你有机会再去干做上去画安尼。啊，所以阵啊，我着半卖米啊，半栽米啊，有当时啊，人来咧展览。啊，我就去看。我十六岁的时阵，阮这工作中伊在咧维修，啊内底吼需要彩绘。那阵啊吼，伊就是聘请一个基山人，叫做德福田、周福田，这个老师，啊伊来遮画，啊画门神，吼啊甲画一寡人物，啊我拢会时常拢入去甲看，好咧。迄阵啊，阮时阵啊讲。啊，安尼有得拜这个老师做老师就好啊。哎，迄阵到九州故宫，手里做多对九州故。啊，迄阵爱写合约，啊合约吼，讲一年爱千八块。迄阵的一年千八块。迄阵的一年千八块。安尼算足大吗？有大无大，我唔知啦。迄阵啊，阮咧卖米吼，一斗米是十一块半，啊有人去做工的，一工是二十三块。哇，安尼有大不大？我唔知道。非常大。哎，阵你有感觉做欢喜无？讲要我来当你学工。有啊，我当然是欢喜。啊，所以阵啊，迄阵我含伊二的时阵，因为阮老师伊是基山人，他来高雄，伊来高雄红请迄个玻璃彩绘的店来做咧红请来做咧画这个玻璃彩。哦，迄阵啊，玻璃彩。啊，这个礼物迄阵啊较少，啊，所以我迄阵啊含咧咧学玻璃彩的时阵哦，我一半家家拢会出来边来画这个礼物的彩绘。啊，除了玻璃彩，够有啥物画法？啊，除了玻璃彩，就是来庙里，来庙里画门神，啊是人物，安尼。是诶，啊，拢是亚笔画嘛。亚笔画啊，就是迄阵啊，就是。迄阵啊，上市行就是拢传统彩绘，传统的彩绘，他彩。是用手、镜头啊、手掌来打，就是无刻笔，唔免用笔，用你的手，唔免笔。哦。所以，迄当时吼，若要画庙的时阵吼，都唔免扎一笔啊，要用镜头啊。用手，家己贴，本来就有诶工具个。有一届吼，委员，你问讲，帮委书啊，帮委书啊，啊，你看用手剪头咧彩色，啊，我含伊开玩笑啦，我讲啊，都无钱通去买别个。安尼你唔讲，你若讲哦，我著叫会计吼，通挂钱互你买。我无啦，我是开玩笑。因为阮这种个计划就是爱用镜头啊。就是大写安尼，所以你以前大写嘛是用台湾家己独特的绘画的手法。这个大写吼，应该是漳泉州那边传过来。泉州那边哦，对对对。所以今嘛台湾还要踏彩。
诶，人无做多啊。嗯，金啊，金啊，踏财哦，差不多拢准备出团了。诶，那玻璃财咧？啊，玻璃财嘛，要出团了。所以吼、哦，我诶，为只展览就是要了解讲，即传统的彩绘诶，即做画加即画画吼，遐侪种哦，要了解讲，即就是传统彩绘，啊是安怎解？我即卖都唔知影，而不特别要了解。所以老师，你伫十几岁开始拜师学艺到今嘛，你有感觉你有想要放弃过无？啊，愈画就是愈有心得啦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我两个后生哦，伊是读美工的啦，嗯，伊美工毕业的啦，啊，所以在读美工还伫毕业之前哦，伊就拢出来咧实习啦，嗯，啊，所以毕业了后，伊就对我开始咧画啊。啊、所以伊嘛是画家出身。所以老师，你迄阵是学外国，他出师啊？因为吼、哦，学费真贵啦，对，当前百科。嗯。啊，所以哦，我惊死大人哦，那钱确实我真唔甘哦，所以我学一当尔。哎，来一当过了后。啊，一当过了后，我就开始就卡拉车骑了。对，那有人咧庙的彩绘，啊，我就去看。啊，到十八岁。我有拄到一个迄个个蔡伟书，万丹人蔡伟书，伊迄阵啊，煞来讲叫我要去画门市，我着真正我着车坐了，我着去万丹。我十八岁，伫万丹开始伫啊画门市，我开始伫啊画，啊甲画一个八仙。哎，老师，你有感觉上有成就感是啥物时阵？是讲有人看到你画，讲哇，有够水的，迄阵你感觉上欢喜，还是你感觉讲哦，我终于画，把这个名作品画了，感觉唔对的，吹家己的工课，你啥物时阵会感觉你上快乐？唔久吼，唔久我咧画吼，咱无感觉讲作数的，一年我那画画的吼，啊看看来讲，嗯，我来个研究。你感觉更有进步的空间？哎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到现在我嘛是还搁在研究。老师好谦虚哦。我那些熟悉的。其实老师这么谦虚，是因为老师他一直觉得自己还有进步努力的空间。但其实老师已经是非常厉害，而其实老师现在不只是自己独立作业，他还有两个得力的助手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。要写国歌单还是要写什么会？哎，有灵，哎有科学灵感啦。哦，安尼。所以这灵智的灵感。对对。用话来说故事，冯建兴从年轻开始就跑遍了南北庙宇，不只为了工作，更让自己长见闻。如今的冯建兴出现在庙宇中，一如往常的勾勒图像线条，但是丧色的踏彩工作，儿子们接手处理。开始打，开始打，在你父亲旁边，你也开始打。到看看准备了。那时候就是父亲说去做，我们就去做这样子，没有想这么多。画室的工作不轻松，大儿子冯耀辉记忆中的爸爸总是常年在外忙忙忙，在父亲的刻意栽培下接手彩绘似乎一点都不意外，但是小儿子再红有另外一番想法，一方面就传承文化，一方面又可以赚钱了，这样一语道破画师的窘境，要把老技艺传承下去也得有实际的考量，其实兄弟俩有一番计划，另外在发展那个文化创意产业，文化创意的部分，你觉得说他是要把它变成说像一个艺术品，对，让人家就收藏。小弟都读美工，西洋画、广告手法都学过，把新旧融合，创造出艺术品是他们的愿景，就希望齐心把长辈亲手调教的一切继续绵延。不只是笔，还有我们的双手。手掌也是，还有手掌。对，老师，那你觉得我有天分跟你学踏彩吗？我唔知。什么？看手相看不出来吗？因为哈、你唔知有兴趣无？有兴趣是因为做困难啊，是做辛苦。啊，要有定心。就是要有毅力。对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吗？我要开始了吗？要不要？还没吗？所以现在要先怎样？我先画那个人物的线条。哦，老师要先把整个线条勾勒出来。好好。阿丽卡开始来。好，老师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学的。
好，那老师，我们先画线条。好，画上面这个人物，这个头啊，人轮廓上位了哈。所以现在剩比例个六啊。他得到一个大个鱼啊，真欢喜的。在笑啊，都可以。所以都爱搞微笑容啊。哦。嗯。我这个人物呢，就是笑上海人。不是水壶，这是鱼缸啊。哦。鱼缸啊，伊钓鱼的鱼缸啊，啊，唔知影讲伊，你看我只买遐大块鱼啊。老师，你有就是一种直接都会用在脑海里面。目睭看得有啊。目睭看得有啊。是真的好厉害哟、哦！一笔神功，就是一支笔，就是把整个图案都画好了。老师，我想为你拍拍手。可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颜料，老师待会要教我踏彩的颜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老师，这是广告颜料吗？不是。不然这是什么？是颜色漆。颜色漆。你不能跟我做暗吧？哦。哇，老师很贴心哦，个准备手帕没有我切光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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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边要切切的，你等下。切切吗？你踏彩的时候要切切。我不是不是，我要切光。好。啊，老师，我今麦是手要逆落吗？哎，你手会使内附。行吗？所以我今嘛，好，老师你先好了啦。我一开始要怎么弄？这个告公要用哪一根手指头？没，你啊，这阿妈这里，这是在润滑。这东西，这米沙拉油。不是，这是润滑，润滑。润滑？真的吗？对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把它，啊，你是叫做稀释，是不是呀？安尼就是较骨哦，太骨，它好雕塑哦。对。来，啊来，你手温来。温了，真正是骨。骨嘿。对。啊，你来加敷。敷，老师你辛苦啊。啊，你来加敷。安尼吗？对，安尼来加敷。想要敷对个敷对吗？啊，你来加敷。对。我有回到小时候幼稚园的感觉了，就是可以很随性的涂鸦。我在幼稚园，幼稚园在读的时候，你都还没进去，我就开始教了。啊，开始用手掌。手掌。手掌这样。哦。
老师，你有几个方向嘛？是讲随性，没东西当别的都可以。可以，哎，对。是要改颜色推开，是不是？对，推开很对，推开。哇，因为手掌是因为手掌面积它短了，对。啊，你也是你给它护肤的喷头，足简单啦。哇！我知道，有所以感觉安尼愈推很好推，这样。对，啊，这所以都爱有阿妈这边有在做润滑。哦。有的所在用到来宾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。我还会蛮大的。我太开心了，大多口。你叫醒注意。哦。回家洗下当然的起底了哈。所以。手指、手掌取代画笔。不论是轻拍还是重踏，色彩一层一层均匀又自然，画作上的人物或风景也变得生动立体。将近失传的传统画技，冯静心用心保留。技艺不怕失传，因为两个儿子接棒延续。冯静心更说，儿子的踏彩技艺已经青出于蓝。父子两代三个人齐心完成无数彩绘工艺，呈现在庄严庙宇之中。牵着孙女，看着壁上的一笔一画，40多年一路走来，师父有感而发。啊，做彩绘吼，已经啊做40几工啊啦吼。啊，所彩绘就是拢传统的彩绘，啊，玻璃彩甲拍彩吼。啊，但是即马的现代的年轻啊的画师吼，因所画拢毋是传统的彩绘啊，拢是西画、广告画啦。那假使讲即种传统的彩绘，若伊要失传吼，啊是会感觉足可惜的对啊。